修菩萨行者，以助有情，惜以报施，惜以爱意，惜所作为利他之行，惜以随类动事安乐，为饶益以助有情行。了解修菩萨行的人，那完全都是在为自由情啊！这就是菩萨行者，菩萨称为觉有情，自己感悟。也就是爱人人拢会当觉悟，自己去掉无明，希望人人啊也会当突破无明。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，希望人人成为觉有情人，这是佛陀的目标啊！爱人人会当了解，解苦成佛，但是无觉悟，无有突破无明，哪有法度通去成佛呢？用种种方法，无不都是爱众生觉悟，是有境界。唔只是家己觉悟，啊，搁都爱布施所有的众生，这是不多人间教育的目标啦。应该安怎做呢？惜以布施，惜以爱意。做菩萨，无什么真大的困难呐。咱敢那伫平常的时间，真愿意去帮助人，布施。就是无计较付出，咱也会当时时啦，愿意付出。付出无一定讲，我爱真济钱哦，我爱用钱用物资，一直去予人，安尼才叫做布施，唔是哦。看众生所需要的是什么？众生有的不是需要钱，有的呢是需要你伸出两只手去给扶起来，这也是布施。有人心有烦恼，无明。想不开的，需要你陪伴伊讲话，将伊想不开的，咱替伊想，也劝伊，这条路行不通，咱会当行这条吗？啊，这个方法啦，无效，你搁再换一个方法。来完成嘛，这呢，就是方法的布施啊。所以，惜意、体力、物资，凡是伊需要，咱做会到，咱去付出，这是布施。开导伊，
因一条方向的路行，安抚伊的心，这嘛拢总叫做布施呀。安尼的布施，敢有啥物困难呢？也阁有啊。学所作为，利他之行。咱人甲人的中间互相相处啊，咱会当帮助人，会当利益人，这敢有啥困难呢？小的呢，对家庭的人，父母孝顺是应该的行为，兄弟姊妹兄弟之爱，这也是很应该啊，家庭和乐啊，这款的作为，让父母欢喜，让兄弟姊妹和乐，互相尊重，这做人的道理这么简单，还有什么困难？也哪会当离开家庭以外，亲朋好友一视同仁，老者咱来敬重如父母，年纪上丰富的呢，甲兄弟姊妹同款，甲家庭的爱呢推广到社会，这有啥困难？嘛无困难，天地一家亲呐、啊，会当帮助人所做的呢，都是有利益人，让人的心免烦恼，让社会呢会当安和乐利，这也是人的一点心，人对人啊，互相呢利他之行，这也是叫做菩萨啦。学以随类同事安乐，实在是咱到底在做工作，有缘才会当共同一个地方做事啊！随类菩萨，菩萨行啊，无一定是咱的家庭，无一定呢，敢若是伫人类。有其他种类的众生，咱拢总会当发挥了咱的爱心，去保护伊，去爱护伊，这种随类之爱。既然众生你都拢总爱呀，疼惜伊呀，你敢忍心去伤害呢？看到一则的新闻哦，有人啊爱食活活新鲜的物件，亲像有人甲虾啊、八卡，好活活解八卡啊，啊，他咧嘴内底哩。慢慢啊，一口哎，安尼剥起来，一点一点，佮佮剥起来，伊真快乐，感觉讲吼，这生物伫嘴底啦，一个一叮当，那感到一点一点加，哦，就有朋友都佮伊讲啊。啊，咱来体验看卖咧，体验这个新鲜的物件，咱安尼家己食，安尼家己加，
到底呢，伊的感觉是安怎啊？就用家己的身躯啊，就用迄个细只的腿啊，几只腿啊，啊安尼呢，伫迄个身躯里安尼，家插落去，亲像安尼，安尼家倒落去。几只同时安尼个倒落去，倒伫人诶身躯里吼，试看卖咧啊！哦，受不了啊！疼啊！安怎疼？搁较重一个，好疼啦！是安怎疼？搁较重一个啊！袂用诶哦。受不了咯，啊！这有智慧的朋友都讲，是哦，真疼，也那是呢。你那是一只虾啊，都亲像含伫我的嘴底里，你哇哇，底下，和你剥皮烫壳。哇哇！伫你的嘴底，你安尼一块啊一块个夹，个安尼会疼，同款呐，比你的疼搁较疼。哦，了解了啦，真正吞食众生物啊，咱唔知影众生受灵地啦。受杀害啊！这迄当阵的心态是安怎？迄当阵的感觉是安怎？用安尼试看卖一下，那这咱都会当知影。爱用同理心，人甲人的中间呐，随类。爱有动力心嘛？安尼的动作我不舒服，安尼的动作我痛痛苦，这款的行为在我的身躯是安尼，这个方法加在别人的身躯也是同款安尼啊，咱来真正。体会人间，这样爱会晓咱的作为到底是什么？是利己害人吗？的行为呢？或者是呢？利己爱利人呢？这就是咱爱学的所在啦。虽然讲所作为利他之行。听起来那真正简单，其实咱的习气啦，平时咱是虾米动作，咱的生活的习惯是虾米，这习的习惯、食的习惯又是虾米，咱都会当一点一点去做体会。协议随类当事安乐，那个所有啦，心灵，那爱随种种的心灵，或者是呢，甲咱同款是人类，不管是伫家庭，不管是伫社会，或者是社会甲咱呢。动作做事的人，反正呢，面对着人事等等，咱都爱有考虑，和大家人拢是平安，拢是快乐。现在，你会当和人人平安呐、啊，都爱用虔诚的心。天行天地呢，四大调和啦，人人伫
大地生活，才会当平安呐、啊，未会当世代凋红，心灵拢总平安。当然现在啦，大家人都知影，这地球降温，地球降温的方法啦，三个方法，一项就是啊，得爱降低工业去排碳吼。现在要会当安尼做，可能困难重重。啊，那无多些爱环保，人人做环保啦。你想要利益，追求利益，工业无法度降低，那唯有大家人共同有一个共识，唔是干那共识，啊，佫都爱共识，共识，佫都爱共行。大家人共同已经知影呢。安怎样地球才会当平安，世代调和，人人会当安乐？唯有呢，就是大家人共知、共识、共行，同事共同来做环保，哎，有这个环保意识、环保行为，环保意识、环保行为呢？国在要彻底做到够啦，那就是哎加上了露宿、素食，那一旦素食啦，都一旦国在减真多排放。污染的物件，也会当在人口在咧增加呢，这粮食啊都唔免烦恼，大家人拢总如所，大自然的生物，大自然啦、啊、的植物啦、啊，五谷杂粮供应人类呢是绝对。丰富有够，只爱世代调和，只爱呢这个人口减少，那自然都会当人类啦，所谓实用的物件未欠缺啦，所以未会当天地调和啦。人人平安安乐啦，唯有呢，都要教育大家人，安怎样环保意识，共知共识共行。环保的内底，佮包括着绿色，安尼自然风调雨顺呐，国泰民安呐、啊。五谷丰登啊，那生活都会当真安乐平安呐、啊。所以随类同事安乐吼，这就是菩萨行呐、啊，为饶益义助有情行，这就是做会到这的。那就是叫做饶益有情界，所有的有情的范围啦，有情的世界，咱都会当可以得到饶益，人人如所，众生安稳，自然成事，未讲哦，人专工来个用，则大量的伤善。也当跟咱人同款呐，啊，随着伊的业力啦，啊，在这个畜生类人随着伊的业力的生命，唔是刻意呢去大量的繁殖，
不是这样，那自然呢就可以很顺的循环，这叫做饶益自由情形，我们的行为也可以叫做饶益有情感，这就是我们四念法啦。修菩萨行呢，实在是无困难啊，就是这简单啊。这菩萨行，布施、爱意、利行，那同时这拢总是在咱日常生活拢做得到啊。人甲人的中间，会当互相帮助。一代志嘛，足多个啊！咱若会当好好用心，都无有虾米困难呐、啊。亲像咱一团体中啊，逐天国内外呢，人人拢总是共款呢，敢若讲得真近呐、啊。咱台湾北部人呐、啊，有一位。陈先生本来是一个很安乐的家庭啊，一场的无常车祸啦，这个车祸真大，但是命是救回来啊，可是呢，伤到脑部，脑部呢伤到视神经啦，所以呢视力严重受损啊，渐渐渐渐，一直呢无看到啦。这是在2008年的事，几年前啦，他变成了一位呢完全看未到的人啊，就是安尼代志发生啦，50多岁。太太就跟他离婚啊，因为他看不到啊啦，他呢已经无法度做什么代志，家庭的生活他无法度养家，太太就跟他离婚咯，把囝也离，把带开去啦，让他家己一个单独生活，已经呢。当到这款的环境，一直呢，把家己也要放弃，所以关在内底里啦。这后来，伊的朋友啊，发现到安尼袂用的啊，一个真活泼、有作为的人，一场的无常车祸，安尼。变成了这么这么沮丧，这么这么消极，就这样整天都在家里，这样不会用的，所以把这个个案提报给主席，主席接到这个个案是2011年，这经过2-3年的时间，咱接到这个案呐，赶紧去甲伊关心，关心呐、啊。开始的时呢，啊，真正是心门真歹拍开，累积2-3年咯，家己的机能失调啊啦，无惊离开啦，2-3年的时间呐、啊，迄、那个心情会当想象。所以开始要跟他接近，要辅导啊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啊，我们就常常送东西，一直一直呢，亲近到他，知道这群啊，可以听到声音，句句是爱语啊，句句都是在那边的他的，所以欢喜接受啦，安尼列入了咱开始长期关怀照顾好啊，啊，咱的诸行菩萨呢，
就是开始用心去接近伊，那么从安尼呢，就专人来给陪伴进出上班、下班呐、啊，进出去陪伴，那呢，女居士啊，真正是菩萨，一直去给陪伴呐、啊，后来呢，就给鼓励、鼓励伊，应该爱学一个一技。指导，那么就请一位，也是同款呢，失去了视力，就是视障，吼、哦、啊，人伊呢，嘛已经见识，嘛已经培训啦，嘛同款呢，甲咱诶自行书行啊，同款安尼伫咧动作动行啊，所以个请一位。那呢，世上的菩萨来解负担，来个鼓励，解讲过去也是曾经是安尼过来，走过来的路，行入组织了后，伊所做诶拢甲人拢总共款，甲自行共款，安尼伫咧轮次共款，安尼伫咧活动。同款伫咧付出，同款伫咧帮助人，伊一直讲予伊听了后呢，哦，有信心啦、啊，建立了信心，将安尼个介绍，来伫宜兰呐，哦，有一个完全伫咧训练呐，这叫做魔工重建营，就是西藏的人。去该训练呐，训练各种的技能，那么开始训练伊点字，哈，安怎样去摸迄个字呀？安怎样会当点字？会晓啊！接落来呢，伊要用什么来磨心呢？他选择的是按摩，开始呢去按摩。学按摩啦，那已经啊，摕到迄个丙级的按摩的证照，即嘛，伊会当呢正式去就业，会当去做按摩师，哇！伊即嘛足欢喜的啊，天天快乐啊，家己呢去菜市啊买菜，买菜的人啊，都菜甲切好好。可以摕回去，唔免安怎切都会当煮啊，家己会当呢生活料理，唔免逐工呢，干呐白梅啊配暗瓜，起码伊家己会晓煮出了澎湃的菜呀、啊，素食安尼呢，过定呢，甲正常人同款，伊发愿，发愿呢。伊行出来啊啦！伊愿意呢，用伊的这个职业，用伊的功能来帮助人，这就是爱意、布施、利行、同类，或者是随类呢，去给帮助同事多。看，这就是菩萨，人间菩萨啊！要帮助人，会当尊重，会当一个对一个，两个对一个，三个对一个，安尼呢，该陪伴伊行出了呢，迄、那个黑暗的路行过啦，那面向着光明。虽然呢，眼目失明啦，伊的心门拍开啦，心。一片的光明啊，这嘛是啊，总共一句，菩萨在人间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代志，在咱日常生活中，微小的代志呢，你会当去帮助人，会当时时替人设想，这拢叫做格友情吼。大大甲天下事，
咱虽然微小的力量，咱嘛会当甲化来呢，救天地啦，会当四大调和啊，心灵安乐，这就是人甲人的中间合力起来，无做未到的代志，这佛陀所以要来人间度化众生，开示众生，开开众生的心门，就是安尼。前面的文啊，由于诸佛所说空法明了通达，得所无碍地，常令心体清净说法，无有疑惑啊，具足菩萨神通之力，随其寿命上修梵行。这些佛陀讲说富留那，还搁伫咧赞叹富留那，咱昨昏讲过去了吼。富留那唔只是伫释迦牟尼佛的道场来助宣佛陀所说的教法，教化众生，唔只是安尼，搁在伫诸佛啊，真侪佛所讲的空法明了通达，不是只有了解释迦佛的法，祖宣佛法。在其他真侪佛啊，佛的道场，佛所说的法，同样伊也是通达无碍啊。这就是富留那所得到的智慧，不是现在修行而已，是过去呢，九十亿佛所这样累积过来，或者是丁点劫以前这样过来所累积的啊，所以有法度常令心体清净说法，了解佛所讲的法啊，轻当清楚吼，无有疑惑啊，具足菩萨神通之力，随其寿命上修梵行，生生世世随其寿命啦，都是同款，安尼伫咧修行。所修的是清净行，那么接下来的文再个讲吼，彼佛世人涵盖位置，实是圣文。二富留那以书方便，饶益无量逼。千众生彼佛啊，就像迄个其他佛的世界啦，过去九十亿佛所啊，安尼会经过，累生累世人人呐，都讲啊，这富留那是。声闻，因为呢，伊累生累世都是现声闻行的所有的佛道场啊，安尼伫咧助宣佛法，所以人人呢都以为富留那呢是声闻。
其实富留那本是菩萨啦，已经呢内涵菩萨了吼，内心啊已经是菩萨啦。本是阳光那，已经呢大乘菩萨法呢。无不通彻了解啊，但是伊就是温住，伊是大乘行者，他温习扬宽，就是要甲大家人同住同修行啦。所以扬宽佛陀刚说小教。也是表示接受小教法，按怎样？按破除烦恼同款呢？本来有烦恼破除啦，但是佛陀安尼教，大家人爱安尼学，伊也是安尼学。其实这法拢总听过啊，不过呢，就是现象。甲大家人平等吼，所以温习扬宽，是性文相，那显示迄个性文的形象啊。所以彼诸佛所世间之人，见即未本啊。过去佛的世间人，甲现在释迦牟尼佛世间的人。同款啊，众生都是迷，才需要佛陀来人间啊。过去的世间，众生是安尼。现在，释迦牟尼佛这个世间的众生也是安尼。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河，同款啊，这种看人啊，拢总是呢。看伊的这个形象，无去了解呢，这个人伊内涵的本领，干那看伊呢外相吼，这世间之人见即未本呐，干那看伊的形象，唔知伊本来就是菩萨，这是富留那吼。含为满足，实事新闻，大家人拢总讲，这满足主就是富留那，还是一个新闻那会当呢？啊，你承担佛陀的教法啊，到处弘法度众生啊，大家人感觉啊，伊是一个新闻了定，哪有可能是安尼？非但今时人皆不识，自识今世之久，不是干那这世人，大家人唔捌富留那，伊内心呢含藏着菩萨的本领，看伊只是干那声闻了定，其实自识啦，过去。过去啊，经过几世人呐、啊，这么长久的时间，九十亿佛数也经过啦。知识者都有以声闻累积，捌伊的人拢甲列入了，甲声闻的人拢同款吼，实不可以貌欺人呐、啊。佛陀就是要甲咱讲，唔通将伊个外形啊，安尼呢来断定这个人伊个才情是安怎？其实呢，甲咱看人啊，咱都爱了解每一个人，伊有伊个内涵、伊个优点、伊个本领存在，唔是讲。你看伊是安尼，啊，就甲当作呢，他是小乘声闻人，其实伊已经呢是内
地菩萨行啦，护流那以殊方便，就是阿弥的方便，为着要饶益无量众生。因为阿弥，所以以温着伊的菩萨一分量，温伫伊的内心里吼。那外面呢是现出了声闻相，就是为着方便亲近大家人，甲大家人同类啦。也那无呢，伊已经。内壁菩萨行啦，已经温藏着吼，这菩萨的本领，那外显是声闻，脚宽方便，有宽脚方便，这就是甲佛同款，佛陀呢，本来就是要用实法来教导众生，众生。根基不堪受用啊，所以佛陀不得不用方便法来给咱教育啊。所以外显是声闻呐，那么脚宽方便是宽脚方便吼，这只不过甲大家人较好斗阵呐，那要度众生也脚方便呐。所以他就现这个声闻相，阿弥呢来饶益利润无量群众机缘吼，这呢就是护流那弥陀罗尼主伊的慈悲啦，所以称为观自主嘛，伊的慈悲啦，伊的智慧。慈悲智慧基础啊，就是在菩萨道上伫咧行，已经呢，顶格菩萨啊，接近佛的境界了。但是呢，伊还是要做道场，同款呢，还是现安的声闻上接近众生吼。来造佛宣化，多么了不起的一位修行者呢？一些。离物之道啦，非方便不能啦，所以咱要安怎来利益众生啊？就是爱方便法啦，爱随众生的根基，随众生的理，这个类型，证明咱讲过去啊。随类同事吼，就是随众生的众生类吼，和众生的习气，和众生所好傲，伊都爱随顺安呢去接近伊，才有法度呢去帮助伊。所以利物之道，非方便不能，那就是爱用。方便法随伊的根基啦，则有法度众生，有法度众生吼，这就是方便法。愿主啊，这是护流那弥陀罗尼主，他用诸方便呐，以修佛事，饶益。
众生护了那弥陀罗尼子，就是用这种的方便法啦、啊，来修复殊方。那、啊、这就是啊，愿诸子尽贴近佛陀的心。佛陀是安尼教育，伊也是同款，用佛陀的教育来实现伊安尼声闻的心性，来跟大家人共住共修共行，所以用殊方便呐，以修佛殊方，佛安那教育。这个人事世上啊，他就是安尼照安尼来行，照安尼来接受。但是呢，伊用伊的方法安尼来利益众生。各位菩萨学佛啊，其实呢，咱也会当体会佛心呐、啊，接受佛的教育。随佛陀的方法啊，面对着众生，其实成菩萨并无困难啊。咱拄则所讲过去，菩萨的行者呢，那就是自由情人，就是各有情人呐、啊。要布施也当然数量化啦，数量化这么简单啊。布施、利行、爱己、动事，哎，饶益有情，这是这么简单，听起来，咱人人拢做会到。从咱的心开始，咱的家庭、咱的社会，啊，咱所接触得到的人人，那小小的力量，鼓励人人来同齐做。人人当这做都是大力量，大力量呢，就是大净化，真干自然呐、啊，这污气、污染的气，重重呐、啊，自然呢，对当净化，净化空气，净化人心，干唔就是，只爱人人发心呐、啊。这的利益众生，众生安乐而平安，敢有困难呢？只要咱人人时时多用心嘛。